来，谁当金主？我啊，好啊，要买什么？都要买啊。这样够吗？还缺什么？那请问你看一下啊，来看哦。不是，我只有两个人呐、不是啊，两个人十字架，不，荧光棒不一定要一个嘛，啊。哦、对吧、啊？你摄像机你多放几台的话，你就可以不用再进去多看几遍，懂意思吗？就是强光手电筒这种东西，你只要给两个就好了。温什度么？计的话，一个的话，你可能也要拿一个。你跟我说我现在缺什么，我买好不好？拜托。Switch，什么 Switch 啦？什么 Switch 啦？你看你的三脚架有三个，那你就摄像机再买一个嘛。摄像机再买一个。对，摄像机再买一个。然后运动杆也不用。盐再一个，盐再一个。我看一下哦，哎，好像没了诶。没圣木了。再两个，怕有意外圣发木生。呢？好，应该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你现在够按购买，你看还有哪些是零的？没有啊，购买它没有写数字啊，它右只下有角写已它拥价有钱。啊。哦，有你拥有。对啊。啊，行，那我你有没有买？干，你没买，完全没买。那凡要不要我玩？头戴式摄像机是不不用是买，不那用？就不用买，那真那的很。收音器呢？收音器要买几个？一个就好了啦，那个就可相以了。机两个够吗？相机三，你相机有买啊？那我只有两个啊。你应该是，我显示你这边三个。眼睛那我还要几个？你会吓死四哥啊！那救命的东西耶！大凡说会吓死，你要保护他。我没办法保护他，你我温也度吓计死再一个啊！啦。温度计加一个，你一个我一个啊，这样比较好找鬼感情不会散吗？啊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走啊，要进去才知道。现在选择了一个光天化日下，我就可以大声尖叫。你会叫吗？会，你会会啊，叫，你晚上也在叫。如果再有收敛一点，因为我怕我妈敲我们。哇，你那还有收敛哦，一点点声音把我吓到快死掉了，都是你。你嘞？我努力听鬼的声音啊！哪我想一有？下你是怎么骂哦，我操你的嘞！妈的吓我，拜拜。我 靠，真的蛮像我的。温度计高，也不让死鬼蜡烛，鬼吹蜡烛。我吹蜡烛。我玩是业余哦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你专那家个不专是家，吗？对啊，我勇敢吧。勇敢，你最敢的。啊，电你房先在帮我哪？开啊，门，算了。不是，你先帮我开灯。电房在二楼，得是。没有二楼，有二楼我就会吓地到了。我下跟你讲，室，那地下室最小的那个角落，你要训练你自己敢下去开灯，我不可能前敢面一分暂钟时而开已，灯。不用怕。好了。真是没办法。没办法，温度计，给我个信号。三级。给我一个信号，再见哦，小鱼。哪一件？里面走到底，
左边那一间，往里面走到底。不是这里，你去哪？我知道，我看我拿其他东西啊。哦、啊，不是啊，我不确定啊，我不确定啊。我手上是拿那个呢 ，EF 呢？是吗？度数有这样低吗？最里面呢、哦？嗯。左边哦，左边左边那一间没有吗 ？EF 那一间没有，门口有放 EF， 有吗？没有啊。好、啊，那边几度？啊，三点七。哦，那就对了。4.5。可以附近帮我开个灯吗？开灯，在附近吗？我手电筒扔了。好、啊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不然就是走廊，不是啊，也蛮容易在地下室啊，对不？对不？因为福利有扔的，对不对？嗯哼，我还没扔十字架啦。你拿什么？你拿盐巴，荧光跟这个荧光，嗯，棒棒。我拿这个跟，可以拿两个十字架。我不许我拿 EMF， 因为我丢一个就够了吗？还是两个？我拿了啊，我已经测到了、啊。那我拿两个十字架。嗯？我想问一下，猎杀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灯关掉吗？不会。所以还是会亮亮的。嗯，没有脚印哦。刚才的耶。没有脚印哦。没有脚印。就是有一个鬼是没有脚印的、啊，那它是什么感觉？哎呦，你拍照片吓到我了、啊！有哦，有吓到哦。没有主机可能是魅影，对啊。抓痒痒。来找指纹。指纹，喂、哎，干嘛啦？这是他要吹蜡烛。然后见证灵异事件，没有架摄影机。哎、欸，我们多少了？81耶。哦，那还好。嗯，这是业余吗？有吧？真的是专家吗？是啊，那没有我的黄金五分钟跟三分钟啊。就是啊。是啊。是啊。我好怕他现身了，突然之间不知道，我、哦，灯闪了一下哦，他闪了一下、哦，嗯，我照到他有没有那个，干嘛、嗯？拿东西啊，干嘛？拿什么？我还有什么可以拿？通灵盒。我拿了。你有？我有啊。哦，你对话看看、啊。Yes, sign.Give me a sign. Can you hear me? Give me a sign. Give me a sign. How old are you? How are you? 他不理我，没叉叉。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搞不好是要多人回应。你等我，你等我。我不敢了，快不敢了。我来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他好吵哦，这个通灵。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. 没有吗 ？Give me a sign. 没有，没叉叉。那我来，我来。换你玩。我出去吗？你在这里吗？哎，对，他是，他在这儿。他在这吗？他回你的吗？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吹蜡烛也完成了。好喂。所以有指纹吗？没有找到。没有找到。这有通灵盒。
有点阵。好。EMF 五哎、欸，嗯，你有看到 EMF 五？没有啊。那怎么是 EMF 五？我的意思是，点阵。这海盐会增加活动强度哦，要不要把盐收起来？他踩完了啦。对啊，我靠，他踩完，他踩完，太快乐了。对，他还完了。魅影换妖怪，魅影换妖怪，零九。我没看到，嗨，小雪，好怪，你这就早期了吗？还没？没有啊。好，进去，我吃个药进去死。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动不动就要死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好活着不好吗？对啊，而且我们没有很低啊。维持在50以上啊，没有恶魔的话可以维持50以上啊。可以啊。进去玩。是一魔。是不是魅影呢？对。这是啥？指纹？不是那个 EMF。好的。你在这里吗？嗯？开门声？为什么你关了我客厅的灯？我没啊？是我关的吗？你确定是我关的吗？我确定。你怎么知道是我关？上面没有指纹。我好怕！哎、欸，你 EMF 机有关吗？有哎、欸。嗯，什么 EMF 在我手上啊？你在这里吗？给我个信号啊！给我个信号啊！你在哪？我什么哥？你说什么？你在哪？他在我后面，可是测不到哎、欸。啊！你怎么 EMF 丢地上？你去哪了？我想去拿圣母，我怕。圣母？你拿圣母干嘛？圣母。哦。烧的那个，我去想去抽根烟。好。好怕。不是、啊，不是抽烟他就会立刻离开吗？就是不会猎杀你吗？没有啊，他是啊。二级，他只是自盲而已啊，不代表不会理，不会那个啊，他会变白。是哦，我以为他会杀人，他会杀人，三级。所以我抽烟，他还是杀我。对，抽烟他只是怕你身上烟味五秒钟。三级而已。还有什么灵球？没有灵球。没有吗？没有，我点阵。点阵，指纹 ，EF 啊。
对，我还没看躲藏点呢。哎呀，不是那个柜子，客厅柜子后面吗？旁边没有没有，这次没有柜子了。哦。哦，这里好。几趴啦？63。点阵跟通灵盒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又点阵了，他又跑了。点阵通灵盒啊，跑一下。就再来需要指纹、EF 跟什么？灵球。对啊。指纹我刚才看很久啊。哎、欸，又跑过去了。虽然知道是魅影啊，可是我就不知道。要见证灵异事件呢、啊？嗯，没有玩那么大、哦，是吧？那不用啊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结束啊，直接结束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就回家了。下一把。然后再通。来，女生最喜欢的订婚戒指，这是什么？八音盒，鬼会在你面前跳舞。你要进去玩啊？你要进去玩啊？我不要，那我不要了。哎、欸，我抽烟了。嗯，我知道。我按错，刚按到 F。Yay. Welcome back. I've prepared some jobs for you. Hey, 我忘记添加。打码都要按哦。对啊。这么麻烦。推蜡烛照片，附近使用圣木。推蜡烛照片。好。温度计。哎呦。电饭干嘛？没事。地下室。地下室。哦，谁家布的，嗯，对，好了，开了，谢谢哦，必须哦，给我一个信号，不要，哎呦，我手机掉了。对，哪里？哦哦哦！衣柜不能。哎呦，你拍什么？拍手啊！拍手。不是。如果你很开心，你就拍手。感谢艾莉的续哦，原来是老观众啊！观众呀，你找到了没？
好，车库。我不要。嗯？真的吗？嗯，刚有到四部。我干！干嘛啦？他完蛋啦！这2.2哎！哦哟，87哟、哦！你骗我！完毕灯啦，他真的有完啦、啊！哦，拍了没有反应啊？没有互动啊？你说哪里？我这里0.9哎、欸，你那里0.6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照了一下就没有了？八点。很可怕呢、欸。互动一。哎呦，还吃哦。银色还白色，白色。感谢感谢新会员，感谢感谢新会员，请订阅我，我是小可爱冰雨。关掉再开一次哦。啊，这样拍会不会很低能啊？我要怎么拍比较好？是不是要叫两台摄影机啊？对啊，不然叫你多买几台干嘛？我靠！不要响，操你的电话响了！哇哇哇！带相机。好可怕！要圣木吹蜡烛。哎、欸，恒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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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谢谢。怎么还有？哦、白痴成夜，嘴巴人。好凶！干嘛那么凶？哇！你下次开台，我就订阅你，好不好？我不行。我就不要，你就不要给我骂什么"操你妈"之类的。我不要、啊。你敢不敢？不敢啊。对啊，你不敢，我还敢哦。你先进去，我不敢。不敢走快一点。我开门的、哦，换这里会不会很夸张啊 ？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. 现在笑着聊天，谢谢大家。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他不理我啊！哼，吓不到我喽！我已经跑出来喽，白痴哦、喔！他不理我。哎、欸，你还要等我进去啊？刚刚是多人互动的呗。我想要去拿圣木没？好，你拿，你拿。那个准星真的很不明显，可以调那个准星吗？可以啊，它可以调亮度啊。这是游标亮度吗？嗯。哦。你在这里吗？哦、你在这里吗？快下几趴。你在这里吗？记得记得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。他又在我旁边呢、啊。他有回你吗？有啊，他回我吗？那就是不灵合、啊，那就是怨灵、灵魂跟软魂。可是好像等他整顿，他有回你。有啊。那他现在还在回你吗？感谢只要阴魂谁？我稍稍看。白痴是你哦、喔欸。对啊。有吗？有到吗？不用圣母油。你摄影机还可以架哪里啊？我刚刚有，我对不起，架这跟我架这边啊，这边比较哦。里面还有一台，我在哪一个？要吗？可以啊，欸、他开门。
欸，子瑶，你如果想要新编号，你可以私讯。如果你有想要的话啦。为什么要新编号？因为他们那些老屁股都没有新编，都没有编号。什么意思？哦、，Twitch ID 一样啊。Twitch ID 一样。什么意思？听说用这个。有灵球哎、欸。什么东西？有灵球。我知道，现在是哪个点阵？还是什么？刚刚说有什么？哦，通灵盒，然后有灵球，怨灵哦。灵魂呢？灵魂又有通灵盒，可要看有没有指纹。又是那个麻烦的人了。麻烦的鬼。要，对，没有输，好，点头。只看台媒发言算新吗？算啊，这就是跟你们啊，面粉就在那边，没有做成包子的道理一样。他玩电脑，把灯关了是不是。太严了。他有吹蜡烛吗？你看啊，我要去开，我开灯。还没吹耶，他。好，我去。手电筒会没电吗？不是手电筒啊，对不起，那个荧光棒会没电吗？不会，你已经问过三次了。不是，因为你不是说它会可能不亮？没有，它是一开始开会很亮，后面开就会慢慢暗下来。哦，所以它其实也是可以照到的，对不对？要很近。给我一个信号。这里都满的不能进。给我一个信号，它吹了。吹了吗？你来凑个热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现在很害怕了。那钱很多了。我现在努力在听鬼的声音，连没有钱很多啊。你怎么这个幻觉？感谢进的会员，感谢。谢谢你今天帮我拿寿司郎的门票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子瑶，谢谢陈，谢谢加藤优一，谢谢陈烨，谢谢 Holy A S A D Zed。哎、欸，你蜡烛嘞？你收起来了？在这边啊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巴西哟、哦。哎、欸，开门声。没有、欸。有指纹。有指纹吗？没有。谢谢静，感谢你，请你帮我。干嘛啦？这样比较好看啊，要叫，要叫，晚上再叫。好，好，好。不用想了，直接抖下去吧。恭喜，抖啥？哦，谢谢加藤。啊，你不是说早上才能抖？现在不是早上吗？早上，现在是下午。要拍鬼的照片，我其实也是被订阅吓到。我跟你讲，只要左边没有先出现那些颜色，直接先跳通知的话，我一定会被吓到。你要不要再加一台摄影机？嗯，应该也不用了吧。欸、没有摄影机没用的。所以现在什么证据了？蓝魂、泥魂、圆魂、蓝魂、魂，就灵球啊。如果没有指纹的话，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。哎、欸、，EMF 没测哦。为什么要测 EMF？ 有啊。通灵还通灵跟刺骨啊，还有 EMF 的话是软魂啊。不是灵球，刚刚有看到灵球，所以现在在斟酌是拟魂还是怨灵。哦，有灵球。
有灵球。对啊，所以还有 ENF 可以帮忙看啊，你懂吗？还有一个证据是，你先撇除掉灵球，你先勾透灵核跟刺骨寒温。嗯。对，啊，今天有灵球的话就是怨灵，如果比指纹跟 ENF 的话，就一定不是拟魂，懂我意思吗？女人。可是我知道，可是怨灵他。嘿，你说。怨灵没有 ENF 啊。啊，对啊，你还听不懂吗？我们现在要找的是，是不是你？可是我刚刚看，不是我刚刚看到有灵球，所以不会是软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灵球啊。啊，不是啊，如果说那是假的证据嘞，懂吗？那好，问你，好，我问你，如果今天如果是灵球的话，是不是怨灵，对不对？怨灵或是什么泥魂？泥魂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现在找指纹，刚指纹找不到啊，那是不是就是泥魂了？对啊，啊，如果万一不是是 ENF 5级怎么办？哦，你还是听不懂对不对？我听不懂啊，因为他就有啦，不是就是代表他会有假的吗？灵球会有假的吗？你去看他的证据，鬼魂证据，你去看泥魂。对，他会骗人。指纹找不到应该就怨灵了，所以就怨灵了吗？那我要点怨灵了。好，我去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加入会员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已经前天开始加不进来。给我个信号。等一下，一堆人想看你被吓坏透了。吼！所以我拿夜光，就是我拿那个荧光棒的话、喔，鬼会看到我吗？你就算不用拿，鬼也看得到你啊。可是你们不是说不可以开灯吗？对啊，可以开手电筒吗？我开手电筒，手电筒要干嘛？不是我的意思，猎杀的时候。欸、他猎杀过一次了，嘿。哈？就是猎杀的时候不可以开手电筒。可。对啊，因为他会侦测到3C产品啊。那我可以用荧光棒吗？不行啊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规定就是这样子。哦。哦。哦。还想问啊？哎呀。52%要你在这吗？好吧，搞不好不懂的是我。那我们猜吧，我们就走了吧。好吧，好耶，有指纹。让我猜，怨灵 death。附近有火焰不？这场找到了。你说除了灵球吗？应该是怨灵。好的。走喽。下教主不成，我们聊天时也被下。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，各位。我跟你讲，还好没开视讯，不然每次丢一下我都会丢一下。你为什么不开？为什么要开？痘痘那么大颗，你不是没看过？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开那个 V 皮啊。那个皮也不会有，会不会抖？也不会抖啊，那个只会侦测左跟右而已啊，它不会侦测上跟下。哦。对啊。你可以买一个贵一点的 VP 吗？我有想过、欸，我看别人都可以，
短游短游短游的。我想过哎、欸，可是你知道，起码消开销都要三万起跳呢、欸，你是基本的哦、喔。你很有钱呢、啊。你又知道我有钱。知道啊。那天也跟你讲我的钱跑去哪里了、啊。跑去我这里的。对，我们在这边互相洗钱。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、喔。照片25 EMF。那我拿 EMF， 你拿温度计。啊，我拿了 EMF 了。那你拿温度计又拿 EMF 干？好，你拿，都你拿。好，去我去了。如果低温，我不就可以拿 EMF 测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你先帮我开电啦，谢谢。不要吵，知道啦。哦、好，走，你走前面。为了。阿比要，阿比要，我爸比，我不要开干嘛？拜托了，为什么两个凯南？要跟我装可爱？天哪、啊！哇，什么装可爱？我本来就可爱啊！我是无敌的小可爱。哎、欸，靠，不是这边哦，对对对对，好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开了吗？开了啦。谢谢喽。什么声音？我在弹钢琴，我在对你弹琴。为你写诗，为你吟诗。为什么这家人的鞋都要乱放啊？这有毛病是不是？8.5，必须要是还在回温啊，所以参考才。你先拿 EMF， 拿了。对啊，你先拿 EMF 量比较。你不是说开灯了吗？怎么关了？又关了。看。干嘛？你有开灯吗？我开过啦。你得关电。有了，看、欸，我都按了一下，没事吧你？不是，我真的不小心多按哦，我靠！你看动不动那边操人，不是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不小心的，欸、这个是躲闪点吗？啊，像旁边的哪一个？哎、欸，算，哎、欸，这边3度哎、欸，没有啊。我刚刚量到你是3度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问题？我发烧。你发烧3度哦、喔？啊？干嘛啦？1度，这里。好，白正。嘿，哎，舒服的鬼，喜欢。白痴，他关门你也来不及跑。温好不好？你们再吵，再吵，你们再吵，我就关台。对，再吵就关台。最爽，这句话真的是爽。哦，我是真的关过台啊，那该。对啊，哦，在那边，哦，哦，受不了你们呢，怎么可以？是哦，哦，尊重，哦，哦，你在爽什么啦？哦小可爱不是给你们欺负的好不好？哦，这鬼，就注意点。我现在胆子很大了，我可以自己跟进去了。毕竟只有两个人，不能陪，不能等到人陪我。这是什么？哦 ，EMF。好，我现在来玩个通灵盒，再来。哦，有灵球哎！灵球，灵球就没有恶魔了，卡勋。拿透明盒跟拿什么？拿什么？你想拿什么？基本牌。跟哪里没办法？哪里都有你，
为什么你电筒放这里？嗯，我手上没东西拿啦。一二三，哎，开灯哎。关灯啊。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. Hello? Anybody here? Give me a sign. Hello? 我操你妈的！拍到了吗？我拍到了吗？啊哈！三星鬼碎啦！啊哈！我啊，三星！三星！妈的！啊啊！你在这里吗？三星而已。哎，给我救我救我救！你给我进来！你在这里吗？对，他在。好。哎，他说他在。真的是 ，Give me， 真的是马上出来，要不要？啊，他就很诚实吗？诚实鬼是谁？你是诚实鬼。是谢谢你。笔记第一25吧，我们怪的哎，这个就算了啦。我哭了，傻鬼啊！傻鬼怨又是怨灵。怨灵为什么？没有啦，怪不哎，怨灵是韩文嘛，对不对？你没碰烟啊？问问而已，怨灵。我刚刚有看韩文怨灵，韩文怨灵，点阵妖怪 ，EF 不用，指纹不用，笔记点阵，好，我进去看笔记。有烟吗？我怎么没看到烟？有你有抽烟吗？你没有抽烟。哎，几吐啊？哎，几趴？你帮我吃一下药吧。没有啊，现在57而已。吃，白吃哦，会死，50以下就会死了。57耶。然后我等一下进去关门，你就完蛋了哦。不是因为我理智，好，你进去，来，你进去。啊，平均值，平均值，小姐。我知道，可是我100，我吃下去也是100，就是你一个人低我。哦，你100哦。对。是我拉低你平均值。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。他的身份组还要更多五个，不是？到身份组这东西很麻烦，要每个条啊。你付我钱，我就弄啊。啊，如果你钱不到位的话，我放你弄干嘛？我没有薪水，他不会请我吃饭。我那么穷，我那么可怜，我那么忙。干嘛中毒哦？你要什么分子？我看一下，还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哦。嗯，你要什么？加藤悠悠，我给你一个麻烦管理员分子好不好？给你一个麻烦管理员身份组好不好？还有什么？还是？哎，你已经有很难得到的香精兔崽子了，你还想什么？对啊，你想要什么？把我身份组给你好不好？把群组也给。干嘛？我辣。不要！我刚切画面，你是在怕屁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他玩门。他玩门。我们没有哎、欸，不采盐。Yeah, 确实。有烟吗？你在这里吗？没有喂、欸。刚说什么证据啊？指纹、通灵哦，灵球、通灵盒，没有指纹啊。我们缺什么啦？笔记、EF 啊？不用，没有 EF。你只是叫他另外搞掉的，没笔记啊。笔记、刺骨点阵。点阵是不是少一个？没有买，是要买那个吗？就是等一下多买一个啊，还是其实在这里、啊？
四二十五，客厅。这九点多哎，有指纹呢。八点一算吗？七点一。我们回家看点阵吧。开门声有点远，嗯，光锁电筒，再拿一个进去。噜噜安，六六安安，噜噜六六安安。我不是背光灯，是三星，是三星多按一下电闸，所以就关起来的瞬间。我不是背完灯。开灯降低攻击欲望，在黑暗中它是强大的。厕所开灯了，哦，白痴哦！嘿是我的好学生。感谢灵异的会员，不在这，我觉得就是在这啊。可是你16，我13呢。我们在找啊。也是呢，刚刚四件都不在这边呢。那我再找。哎，东西丢了。这里4.5。哎，负的。谭温，谭温，谭温。那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哎，厨房啊，白痴哦。又是怨灵，又是你。你刚刚就感觉有烟，可是 我真的没有印象有烟呢，好强哦！好了没？二的，来额温枪，不好意思，先缓一时间闭一下。8.2，拍谁？拍谁？我硬死了。好霸气哦！我们去是怨灵哦，好气好气！所以我在鬼房直接走25秒，我看进去那么久是心酸的，是不是？我绿界有开吗？不是，我有没有开？我有开，他有没有跳东西是另外一件事情啊！我看一下哦，你可以先抖个10块钱看看啊，问一下哦，你抖了吗？你看一下。加藤不讲武德，感谢加藤优一的100块，我很知足，请不要被骗了。应该是 A 四，教主您绿界音效没开，我有开，他那个坏掉了，这没有办法救，他时好时坏。哟，我帮你用 Google 姐姐念一次，来，这是加藤的。我很知足 ，plus 请不要被骗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很知足，家请不要被骗了。我很知足。哎哎哎哎，小玉小玉小玉，添加添加添加，这是什么？我刚刚
直接点到英文，侦测语言英文，然后按。Wohen Jizu plus Qing Buyao Bei Pian Le。那个点阵啊。阵啊。我有6000多块钱的，我也可以开开心心玩游戏。Xian Xi Ba Qi。这样可以吗？运动感测感应器要再买吗？啊？运动感测器。嘿。要买吗？你不是有买吗？买一个而已啊。可以两个啊。就是它。就是可以侦测范围更广而已啊，那我准备开始。Shenzheng Julian Bao Deng。等一下。Jessica。我的绿箭怎么跑掉了？这是女生鬼。好了，回来了。说这个是女生鬼。好，直走到好。要拿钥匙吗，哥哥？啊，我不是番茄好吗？我看钥匙在桌上。快，番茄，钥匙拿，快开！我要回家了。我随便猜一个哦，看一下哦。好，暗影，走了，回家了，各位拜拜。你不会帮我拿啊、哦？不然你去开电门，你去开灯，训练你去开灯，给我去开，女人给我去，我这边没有用。怎么那么好笑啊？哎呀！你等下就不要被我吓到哈、哦！大家听到了，他想被吓，大家拜托抖内一下他。哎、欸，你要玩？你要不要玩？你要不要玩？快点，禁止给你玩。在墙壁上，快点把它摘下来。问他魔镜啊，魔镜。你说你先开电灯好不好？拜托。不要。麦克呢？你进去贴呐。不贴啦，你先开灯，我才好看呐、啊。你才好看啊！你平时不好看哦。不是有灯更美，没灯。没灯怎样？没灯。美登是那个哎、欸，亚瑟王那个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那个有黄金苹果的，是不是？艾莉亚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迷路了，小雨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你没有不在上面呢、啊，在下面呢、啊？不是在我这吗？不是在下面呢、啊。泰诺因，哪里？他在哪里？进去。这个房间对。哦，车库哦，白痴。好。开了。谢谢你哦，谢你哦。看一下思密达。来照顾透思密达。小心抢位置。哎、欸，看了没？但有一扇门的地方应该是厕所吧？嗯，我来，我换。哎、欸，对，厕所、欸，哎，哦，白痴，最快方法就退回房间啊！白痴哦，吃药，在厕所，我看到帘子了。是吗？我刚刚不是说吗？我刚看。哎、欸，干你的！为什么你看这个理智也超高？你是马上闪回家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看到啦。不是。为什么你可以看那么久，都还那么多？没有啊，我看一秒而已，我就知道它是厕所啦。看，哦，不是这一间，二楼，你完蛋了，两个续普特距离。哦，两个续普特，你有拍那个照片吗？嗯，拍什么？诅咒之物。你觉得我会没有拍吗？应该这个吧？哎、欸，对，0.1了。那你有拿钥匙吗？回家了，
恶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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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恶魔，恶魔。好了，跑了，跑了。地雷。这样每个人都想要下。我本要上线海胆吗？好啊。不要，不要吓我，拜托。等一下，现在没有手电筒，怕怕。不要怕怕，我来了，不要怕怕。没笑，现在要干嘛？嗯。怕怕，没事。嗯，我拿这三个，把其他交给你了。我拿电筒，我陪你一起走。电什么筒？哇！干嘛啦？那楼梯间奇怪奇怪的。你很奇怪、欸，你。就奇怪、欸。你在这里吗？给我个信号，你给我进来，给我一个信号。你在这里吗？哎呦喂，嗨，你好。啊，我没带相机啦，哎呦。可以等一下吗？不要这样子啦。他直接在我面前，他直接在我面前。给我一个信号。给我一个信号。给我一个信号。喂，我的坏掉了吗？喂，给我一个信号。太气了啦，玩坏了，你开心了吧？啊，相机放在外面哦、喔，哦，你怎么没帮我捡来拍哦、喔？可恶！杨听宗师，你还有一份利刃未查收，干，等一下啦！你们不要强迫他，他就不想看那个通知嘛。喂，我没有想看啊。又一说，我还要抖更多，客气来，客气来，我继续用优一，感谢，这是谁啦？是优一吗 ？K Jin K Jin， 等一下，等，氪金氪起来，豆内抖起来，哪一次还不刷起来？我没有被吓到啊，我刚刚看到他，我想要拍照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拿电筒？我拿了、啊，拿那个什么荧光剂。哦，一撮荧光剂。好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拿都拿，都拿，都拿 ，Mr. 都拿 ，Mr. 都拿，对，Mr. 都拿，这游戏看起来好棒、哦，你要不要玩？优一他没有买哦，加藤优一也有玩，哎，等下，哒，你有开门声。里面。没有，好，没指纹。然后再玩一次，给我一个信号。女人，给我一个信号。可不可以不要关？哎、欸，他不要、欸，哎、欸，他害我。那、看来，看来你是他天选的，你要不要跟他信号一下？要。一下呢？给掉我手电筒。嗯，他喊我好大声哦。他很怕你。干嘛？哦，耶，互动耶！我好棒，我好棒。他怎么可以喊我？没有指纹。我有出现在摄像机下到火。谁我？你对，你活该啊！你还要不要拿钥匙啊？不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鬼房变了，鬼房变了，他好像是检视鬼的位置，不是鬼房哎、欸。那我要再看一下吗？你可以看一下，我刚刚也是，我刚才是瞄一眼呐、啊，一眼瞬间。只要看。对不对？不是啊，我拿不起这个镜子。为什么？你手上满了是不是？啊、对不起，你是白痴。你有没有拿钥匙？我看哦，要什么对对，按一吗？按 M。右键，右键，右键。是按 G， 操！你骗我。我是按右键啊。哎，在这哎，等一下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它在一个门。对。他在厕所隔壁那一间。我57了，我看来要嗑个药了。
好，好像走错间了，我们等一下移动到隔壁区。好，那你先回来刻一下，拜托一下。我一定刻啊，那么香。好，我现在盐巴也再拿一个过去，你再加一个摄影机过去吧，我再拿一个点。不行啊，好，没错。你要拿什么？我可以。我拿盐巴而已。然后你看要不要再拿点阵跟那个摄像机过来。我拿，可以，我有两只手。马上采盐，等一下。那你有那个吗？荧光。再拿一个放进去，这个吗？对。点阵要怎么放啊？放第三 F， 蹲下来会比较好放。对，四滴。放。那我拿一个十字架在这边。对，有一个在这边哦。哦、以防万一，我有笔记本，就先这样。给我一个信号，你在这里吗？哦，中了，他在，他说我他在，哎、欸，我看到点阵了。点阵额，又不在了，你在这吗？你喜欢色色吗？没有灵球，有钱真好，我也觉得，真的。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。对啊，没能想到陈烨这么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他刚刚有回你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有啊。那所以魅影妖怪换你，妖怪是通灵和点阵跟灵球啊！啊，你有看到啊？点阵有了哈、哦，那我把点阵拔掉、哦。有灵球，有点阵。哦。啊，还有什么？有灵球。好。到了。撤！白痴！白痴魔镜，再看一次。哦，对，语音房。好了。是哪一只？灵球点阵通灵盒，右边的、欸。完了、哦。任务要解吗？不是一次鬼猎杀。要吗？好啊。亮到我。然后那，我想想，照片不要。吧，这两个都很难，哪两个？哪两个都很难？哎、欸，白痴，你有没有带相机？你们还有没有相机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对，地上这个，哎、欸，五张，谢谢。就这么大的肋骨在这边，你看，人呢？我想要去下去拿相机啊、哦！我拿了。哦，过来，快，上来！就这么大的肋骨，我们都没看到它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猪肋牌，哎。这边哪边可以躲？你有看吗？没有，我想要回家了。我觉得我绕够久了，好了，应该可以阻止猎杀了。的头啊！看一下哦，还是哎、欸，我直接看一下魔镜不就好了？低能白痴，他强制猎杀，那不会阻止啊！你要看，我的意思就是，我看一下理智够低，他就会猎杀啦。哦，对，你好聪明，来，你看，你看了吗？看了，有吗？我看你没降哎、欸，你不要看一下子好不好？哎、欸欸，有，你现在60了。
四十九那个啦，平均四十九了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够了吗？嗯。那我们就在门口等他一下吧。没有关了。等他？那我去楼上。他不是会阻止猎杀吗？我怕他没阻止到。啊！哎，阻止了，阻止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啊！哥哥，给蛋奶呀！靠腰啊！哥哥在拍他的洗澡照片呢、啊。不要啦，拍我了，完蛋了！喂，我相机丢在里面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开个灯，你开车，你开车，我要去吃海胆了。你不要吵，还敢滋我？白宇怎么没有通知我？五分到了，白宇怎么没叫我？哎，你就知道了，没爱 没爱了，真的哎，爱消失了。那边缘人飞我，他们两个在干嘛？他们三个在里面干嘛？谁要飞我？快点，我。抓鬼！我要赚钱。不用，我先去尿尿，你慢慢。我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准备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我等下去关灯。我去尿尿，我要尿尿。那你先出发嘛，你先。怎么办？那就是那个啊，比基啊。啊，他现在又关麦，跑去厕所了。欸，尿尿，如果那个什么点阵，不是不可能，指纹也不可能，那比基比较合能吧？零球。那边偷尿尿偷笑，让鬼吹熄蜡烛，运动感测器啊！鬼魂事件，鬼魂事件！鸡蛋仔的妈妈，哦，你只能用这个哦。看，等下我没看到，没看到电报。电房在二楼。边缘人，不要再给我找歌词唱歌了哦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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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边我不太安全。你再给我在那边打字，害我没吃到海胆，你试试看。怎么那么凶？我一回来你就很凶哎、欸。不是，我吗？对啊，不然我吗？你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哪里啊？我又迷路了啦。你还没开电闸？你是怎样？你在二楼。我快到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好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开了开了，戴宇说看你抓鬼太刺激，对、欸，他就不想帮你去烧海胆。没有，他已经在那边开始烧海胆。我过去的时候，他就不想叫你、啊，你不要吵，你不要破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。我破坏？你是不是同样都是鱼，对不对？我跟他比较好，跟你比较差，你在吃醋了。你跟我比较差，你敢说一次？哎、欸，他差你，你去拿通灵盒。给鬼给管，愉悦，你觉得很愉悦吗？喂，还干嘛啦？拿钥匙了吗？你今天拿钥，我对这张地图越来越不懂了。每次遇到软火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哎，嗨，又要拍了吗？哎，美图秀秀，快点，我们再来玩，再来玩，再来玩。哎、欸，这地图啊，它的那个木地板真的是很麻烦。哎、欸，我再看一次，好像在二楼哎、欸，你换你看，换你看，我去吃个药。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二楼长怎样哎、欸。你看有没有床还是什么的？你记一下样子吗？我看一下就快死了、欸，变白痴了、欸，等一下哦、喔。你吃完了吗？我吃完了。
有窗帘，有窗。你帮我看一下我理智。我靠！我知道农场都死很高啊。好，你看，有床，看到床了。好好好好，至少就是在室内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哎、欸，你六三了，你要不要回来吃一下？我有看到婴儿床啊，所以应该在二楼。好的。哎、欸，好像这一间。干，很恐怖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小鱼这边。哦，对，你那边，因为他那张床是漂亮的。我那时候是看到婴儿床。是这张床，是这张床，没错。好的，你先关，欸，看你了。欸，这边的灯在哪？在楼下这个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这门一定要是推的吗？可以拉吗？嗯，进去是推的啊，不是要关门啦。不是，我想测试看看可不可以拉。拉。哦哟。吹蜡烛，午后鬼魂照片，运动感测器，吹蜡，运动感测器。啊。等一下又是在隔壁，我也是认了啦。我就认了，就赶快叫小鱼赶快回家。不要理我了，小鱼，你先走。我就会这么应用的对他说这句话。Yeah. 不是啊，在你说这句话之前，你不考虑我已经在门口了。你的脸好。还有更大的呢，开玩笑。我的脸还可以更大，你知道吗？欸，我不知道。嗯。欸，他吹蜡烛了。好的。我看到。啊，你赶快先东西放一放，不要看女人。我帮你再放 EF， 好。你知道我现在都没带头线筒吗？我知道啊，因为我们人数有限啊。可是我昨天玩也没有带手电筒了啊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那么？啊，手不够啊，每次跑都两个两个拿，直接三个三个拿，不是可以省一趟？他是不是刚有玩门？我肛门是完全打开的，哦。你肛门完全打开的，我是不知道啦。Are you here？哎呦，好扯哦！有那个，我知道，我来了，闭嘴。不够拍，不够拍，钱太多了，钱太多了啊！不够。Are you here? 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白痴，你开灯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不想玩了。嗯，玩这个都被骂白痴，是不是？好，对不起啦。哇，小白痴，有没有比较可爱？小可爱白痴。白痴小可爱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想拿，欸，十字架，拿完了。嗯。你现在理智的平均多少了？71/68。好。还行。还要玩什么？运动感测器、鬼魂照片。好。那我妹还在家，她我刚刚去厕所时，她就说你叫的好大声。哪个呢？我妹姐说。哎，我妹姐说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可恶！你带相机上来给我好不好？我没相。好，那我去拿。我去拿好了。我拿了，你留下。我来了，还好我。你在这里吗？
哦，怎么每次都通灵盒啦，烦死了。他回你哦，好好回我啊，好好，你也想要是不是？你多问他几次啊。不要！闭嘴。对，闭嘴。我上来了。我两个相机。小心我的理智，我知道啊。刚刚说，哎、欸，48了，这个药，那你要不要再吃一罐？不是没有相机，吃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吃完了，我已经吃三个了、欸。相机在我身上啊。啊，那走啊，出发。他刚有十级，为什么？他刚现身啊。哦。啊，我刚刚就说我没有手上没相簿相片。那我给你一个相机，丢。哇，走吧。啊，69好可怕啊！天哪。被哈两下就差不多了，是哦。哈的话会怎样啊？就会降离智了，是不是？当然啦、啊，废话，不然呢？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。你会被扣哎、欸，好不好？我就不知道，我又不是很会玩这个游戏。你会玩都不跟我教我玩。笔记嘞？笔记怎样？没有看到、啊。有吗？现在总共有几个、啊？那我只有一本书。再拿一本书来好了。会降临是没错哦。52哦，嗯，七有点可怕。结果要开他儿子的账号才可以。天哪、啊！天哪、啊！我刚刚玩那个镜子啊，在确认就降到已经40。哎、欸，为什么 EF 你没加到是不是？有啊。我没看到啊，我从来没拿到 EF 哎、欸，你把它吃了，干，地上啊，不是、啊、上面二楼有一个啊，啊我没拿到啊，我从来没拿到啊，那是你的问题啊，你干嘛不拿？地上啊，啊我就是没看到哦，你厉害，这个 EF 给你找，不要，你要怎样？现在是撒娇咯你现在是在求饶咯等一下啦，我在看现在有什么证据，你不要吵。现在有什么证据？我都没有，我看很久了。就 EF 哦，哦，就只有这几个哦。就两个，现在就只有通灵盒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心了吧？有通灵盒，你开心了吧？不然你拿 EF， 你拿 EF 啦，我拿那个圣木跟那个。理智很低。走啦，走吧。完了，我觉得要猎杀了。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。不跑！我们吓到关了。啊，算了，走，好，几分之几来猜？2、4、6、8、9，九分之一。不是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摄像机，好不好？先看一下摄像机。车子的地上删掉东西啊，是我拿的吗？他要吹烟了，应该自然洗的啦。我知道他很烟欸，你看，我知道啊，就跟我对你的爱一样啊，升华了，干嘛？不是消失了，是升华。那嘴巴够油吧？你看，啊，现在变成四分之一了，韩文没有。这是二分之一了，没有啊 ，EF 指纹跟鬼那笔记啊，没有灵球跟通灵盒啊，不是没有灵球跟那个啊，主机啊，就是点阵啊，我看很久了，笔记，这种真没有，就通通没有，哦，一定有笔记是不是？哦，好，一定有笔记，指纹跟通灵盒，不 EF。那就指纹不是了啊！好，鬼魂魄，好，出发。好了没？嗯。
你猜哪一个？我不知道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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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猜哪一个？快点！昭陵吧。昭陵？为什么是昭陵？哦，你猜有 EF， 你猜有指纹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那我猜没有指纹，走吧。出发，出发。猜输的唱歌。哈？好，你说好。猜。好。你快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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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。快去开！耶、yeah, ，我猜对了，烧你！哈哈哈哈，有够烧！好，要唱什么歌？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。为什么招都没指纹呢、欸？我怎么感觉在噩梦？我都觉得我在玩那个呢，一般呢。我是不敢玩大地图。什么大地图？大地图是疯人院啊，中地图是学校跟那个监狱啊。对，中地图我也不敢玩。一点都不新鲜，我是古老的包子。对，那时候还在新路古时代的时候。在哟、哦。你要玩到几点啊？你要玩到几点啊？我没差、啊。我要连接先接到那个阿米狗都可以啊，连接接到阿米狗都可以。对啊，这样子晚上就没有了耶。晚上没有啥？你说十点之后啊？对啊，可以再玩啊。你这是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不可能？记得拿钥匙哦。你怎么不拿？你都经过都不会顺手拿哦，女人就这样是不是？不是他是那个的吗？他每个都可以，对。哦，所以我拿了，你那边也可以开门吗？你等下去开门。看鬼吹蜡烛运动感，你等下去开门就对了啦。进去左手边。进什么？哦，这张哦。你等下让你开门啊，开完门再进去啊。好啦。刚刚下雨吓到我，不是刚打雷啦。这几天天气都打雷什么的，真可怕哎、欸。我进来了。对对，你开了啊。爸爸开灯，谢谢。先加摄影机，先加摄影机，加啊！我电筒。我是无敌无小可爱。开了吗？开了耶。为什么说话？啊？你不是不想听我讲话？哪有？你刚刚叫我闭嘴。没有啊。那不是我，那是谁？你妹，被你妹出来跟我讲话。出来够！嗯？嗯？韩温，地下室，你完蛋了你！我不。哦，好黑，好黑。你确定是地下室吗 ？Are you sure？ 我负二了。去哪里啦？过头了啦。我开灯啦。哦，谢谢你。游戏，我也是为了我的生命安全。十字架。在家，为什么要打雷？我真的很怕打雷。
昨晚打雷打了一整晚，害我睡不着。妈、哦？妈？干嘛啦？干嘛去？你亲过我，不能亲你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摸吗？不要摸吗？哎、欸，这有那个证哎、欸。我拍了啦。我真召唤你了。怎么这种美国的房子都会有地下室？嗯，我指地下室都会有暗门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抢小女孩的暗门吗？对啊，我转动一个东西，壁橱就会动了。是这样的吗？对啊，我的琉璃台就有机关啊，到地下室，地下室中还有地下室。嗯，他吹熄了。给我一个信号。哎、欸，这样子蜡烛算吗？嗯，有他。给我一个信号。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小鱼换你回来，回来，你回来。有，好冷。Are you here? Here? Give me a sign. Where are you? 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 Are you here?他不回我。好，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哎、欸，那我的，哦、好。你继续用，我去找骨头。我找到了。好喂。好喂。好喂。刚负十一度，对啊。刮你，那都是喊温，那不是吗？对啊，等一下哦，我要放炉火，光遇光遇，他白痴歪了，快出发！运动感测器是哪一个？我放了，我放了。拿了吗？放，放了。谢谢。那我到，那我拿个相机好了。好、啊。你这72还可以。哎呦，拿到了大神功了，拿到了。我刚刚有丢那个荧光棒。是欧元爸爸呢。欧元爸爸呢。欸，他踩了，出去。欸，打这边。你这先帮我拿起来。哦，好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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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拿了不用拿了。去拿skin。有一个，为什么我捡不到？哦，手满了87。是呆鱼，你有没有背我啊？你是不想背我？脚印超小，这点阵太亮了，那换位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不要发抓鬼，发啥鬼？好，你继续看。好。
五十九，你要不要吃药？也没啥动静，大杀特杀，奥复活再继续杀。运动馆特区侦测到了。嗯，你在这里吗？没有很温柔声音。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讲话啊！太大声了。哎、欸，这地吐烟了。我知道啊，你把相机带走了啊？怎么没相机了？相机在那个楼梯间，对不起，他在楼梯那边。楼梯间，我靠！楼梯。好，你很棒，你很棒 ，very good。你在这里吗？我又没点赞。健身。要不理你。降落。你在这里吗？他叫 Kelly 还是你要叫他 ？Kelly。你在这里吗？哎、欸，靠呀！我不是拿白痴哦，我拿照相机。你在这里吗？他要吹烟了。你在这吗？你在这里吗？你是男生吗？我们是朋友吗？不是，好，你想伤害我吗？没有回应，没有回应，都没有回应哎、欸，笔记也没有写，指纹嘞？我的指纹灯，等一下，我的点阵嘞，我的 ENF 嘞，我的 ENF 嘞，哎、欸，在这，我都没有感觉、欸、，ENF 也没反应，他们就在这边采盐，吃小孩，小孩你在哪？讲日语看看，不行啊，我要换语音啊。讲日语要讲什么？哦，还有，普利斯库纳塞，是啊，嗯，好干气，他很明显是不干气啊，他都死掉了。这边可以了，那用日文想想看。救盖国信号。救盖国信号。扎瓦鲁多。你在这吗？你51%，你小心哦。我家人在笑啦，白痴哦。外面咳嗽。不时都寒温呢。啊，开始排除法啊！只有寒温，没有什么，没有点阵，没有灵球，还是根本也不在这一间。又来。
那我帮你加另外一间看看、啊。哎、欸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哎、欸，我拿这个。自古在那间没错啦，我知道啊，没灵球就怪怪的啊。不是没灵球啊，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对，我们已经好多场什么都没有了。笔记也没有。没指纹、啊。架在哪？我没有架，我没有架，我拿来看而已。哦、要架哪？你想架哪？就柜子后面的、喔。这吧。这里，可这边我只能架地上哦、喔。用另外一个视角。等一下，对对对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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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。我只能看地板，是架子上面。因为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高哦！我有什么办法？等一下哦，只有韩文，我都没有。他一直都不活动啊，他根本不动啊，他很安静耶，他是不是很害羞？他是不是那个害羞鬼？你说人不在里面才会跑，才会跑点阵出来那个吗？那个暗影啊！啊，证据韩温，风铃盒没有，夜谱没反应。看不到指纹啊，什么都没有哎、欸，哇，好难猜啊！连灵魂的那个灵球都没看到哎、欸，太惨了。对啊，所以这只韩文呢、啊？暗影下的 EF 难测，暗影。如果附近有多人，他现在又动了。我们一离开车，坐我们回车上，他就一直动。你看他现在七级。你说哪一个？亡魂还是什么？魅影。暗影啊。我觉得是啦，因为他都不动啊。害羞鬼是哪一只？暗影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有吗？只要人够多就不会活动哦，这个意思哦。可是哎，刚刚只有我一个人在里面呢。不是他的意思是，他如果附近有多人，不会进入猎杀模式。对。我记得有一个鬼是人家离开才会显示在那个啊玉林啊，啊玉林没有，玉林是要喊鬼，好暗影，他是多个人呢、欸，多个人是表示你要在里面、欸，而且刚刚不进入猎杀模式是我们理智都很高，你看只要人够多就不会不敢活动，但是。刚刚全程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里面，你看现在又平了啊！麻烦，麻烦啊！
是这两个也不是啊。你是说我靠近鬼房，它就会活跃吗？好，那我进去了。你看它现在在动了。哦，它一阵一阵的啊，不然你进去，我帮你看。对啊。它现在八级哦。你不要看那个，你不要看那个，你看那个什么，你看那个强度的图，你不要看那个哦。对啊，这个不是吗？对啊。你要让我看是在哪边，有的话你再跟我说。它现在都是零不动，不动，只不动。说什么啦？动在跟我讲，不要一直讲话，听不太到，因为断麦。好了，我到鬼房喽。有吗？有活跃吗？完全没有。哎、欸，四九了，平均值。嗯。没有笔记啊。放弃。嗯，丢东西了。哎、欸，有动了一下。有啊，丢东西而已。饿了。去吃东西啊。眨眼。哎、欸，七级。客厅。啊、哦，对啊，你看我理智掉快不快啊？30。还好哎、欸，因为幽灵的话会降更快啊。嗯，没有很快。嗯，我这边出入口哎、欸，写字、画画。你要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还是你在告诉我我要出来了？对啊，我要出来了。好，你要拆啥？用害羞鬼吧。哎呦呀，好痛！哪一只？暗影。嗯。暗影。不要在车上抽烟。我不止抽烟，我还要点燃更多的烟。抽一根就够了。不行，真的是暗影耶，扯哦！你数学真的爆了。没有事件，没有猎杀。他就好，下次知道了。好，最后一场。你要去干嘛？吃饭啊。我要干嘛？不要。干啊！报警抓你！我才跟你讲说，为什么不帮我拿钥匙？还叫我回去拿？我说你在干嘛？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。不然为什么番茄每次到门口都帮我拿钥匙？有印象了吗？没有。在哪里啦？在右，有三楼，谢谢。
这地下室。哦，不在地下室，在三楼。没有三楼啦。那在地下室。哦，马上有动静哎。他没动啊。我要动一声哎。他动了，他一了，现在出来了啦！开灯了，你给我赶快进来找哦！干嘛那么凶？哇，下次换你开电房，然后我还在车上看你会怎么反应，好不好？不好！哎呦！干嘛啦？吓到我！可是不会被吓到，哪有人不会被吓到的？你不是说不怕，你还是会被吓到啊？不会啊，不是都没有说不怕啊？这场好痛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垃圾？然后拉到舌头痛？哎呦，对吧？周口昨天来找我，屁的。啊，回温了，回温了，开早开早。那是在楼上。我又是这里吧？不是。4.7。两度，果然贵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里啊，我找骨头。那我丢十字架很难判定的呐。你就怕，你就丢个大概啊。哇，好黑，要帮我开灯，谢谢。帮我开灯，谢谢。开什么灯？房间灯，房间灯，看不见。哪一间的？地下大厅，很黑。这个大厅哦，算了，没事没事，我等一下拿手电筒。哦，你说下面的那个灯哦？对。不好意思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再丢个。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吗 ？I'm here。他在这儿。他回你了。而且还有韩温。好喂。那我们来加设一下。韩温。回温，点阵啊！韩温通灵盒，我又是怨灵吧？又怨灵，我们今天这几场怨灵了耶！又在哪个？哪个？怨灵有灵球？有啊。拿圣木，理智多少？我要解每日了。你好，我怎么知道理智多少？你觉得我会藏在车上吗？那我放这边。
如果我下班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跟你玩呢、欸。开完会回来就要开台了、啊，因为小鱼说想玩啊。有灵球。好。有指纹，哎、欸，那就是那个啦。对啊，我就是想找这个骨头拍了没？拍了。嗯，还有什么？看上来不讲一下。烧个，烧啊烧，有吗？接到吗？接到哎、欸，他跑掉了。哪了？回家要买。九口宝贝。我刚刚说 Joko 他打电话给我，我刚刚说 Joko 昨天来找我，他不信，怎么可能？哇，可能能来找我。你要再烧一次哦，左边转角，你这样冲进去，往左边冲，左边左边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帮你看。没有哎、欸，哎呦呦，圣木有有收到了，回家，跑很快呢，等下通灵盒啊，通灵版啊，我不会玩，嗯，哎、欸、怎么用忘记了，右键，左键，哎、你几岁？你在哪里？你几岁？78。Goodbye。Goodbye。Goodbye。拜拜。你说再见，还是你说再见？哦，对，再见。再见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忘记不能讲 goodbye， 白痴哦，讲中文，不要凶，讲中文，不要那么凶，讲中文。你要不要玩一下？还可以玩哎、欸，你不玩我要玩了哦。哎、欸，你拿相机，在我问的过程中有动，你再拍下来会有钱。听起来超嗨，真的哈、啊！讲中文啦，是我没看到他在动啊。重点是，会啦，会动啊。不然你问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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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欸、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好了，你是女生吗？你几岁？快乐。拜拜。再见。
哎，这不玩了。如果不说再见会怎样？他会生气啊。为什么要生气？你看，你看看，来，来来来。可是我都离开了，我都离开车上了，他会那个吗？等一下，可是我们相簿满了耶。没关系啊，测试给你看啊。好，看到、哦。你待着看就好了，有没有？烧起来生气了，而进入猎杀，这时候就进入猎杀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猎杀？那里面没人，你进去就知道了。不拜拜不是中文，嗯，也是呢。拜拜不是中文，好了，回家回家。哎、欸，你去啊？应该刚刚一直玩那个玩到降离子的。那你刚刚吃药哎、欸？没事没事啊。啊对对对对对，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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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软魂呢、啊？灵魂，对不起，灵魂。还是你魂？指纹？你魂？啊，跟他玩躲猫猫怎么玩啊？问你在哪里吗？还是什么？你想杀我吗？我们是朋友吗？捉迷藏吗？躲猫猫吗？但还没六点，你要再一场吗？啊！你看专家是不是不会很难？跟他时候来玩躲猫猫，然后就猎杀，是这样的。哦，我不要，小鱼去。不要。任务太难了，不解。别看了，不好解。圣木可以啦。多燃烧啊，跟我一样。嗯，走左转啊！你跟我直接跟我进来啦！我不会看的，不用看啊，我知道路啊，又过来，我不是番茄。哎、欸，你又可以玩了哎、欸！这是镜子哦。镜子啊。好喂。好喂。就说我不是番茄，不用看了。好了，开了，开完，开完。房间，我不是也走廊吗？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再看一次。我想一下，我想我再思考一下。我看到有柜子。来换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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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我要玩。他好像是走廊哎、欸，好像在二楼哦。二楼有那个窗帘，然后有衣柜。二楼窗帘有衣柜，可是我看到有门啊，有柜子，有门啊。什么声音啊？丢东西啊？不是，是水声啊。嗯？哦，找到了啦，大概知道哪一间了。当水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最远的地方。不是吧？对，是就是了。是那个最里面的房间的最里面的那个厕所吗？对。然后还有操，为什么骂脏话？女人。我问骂脏话。操是什么？这个吗？你超勇的，对啊。八点七耶，可是这边。外面这里的，外面这里的，你才八七嘞。不要凶我嘛！哇，我不凶你。鸡蛋才被凯拉被 ban 了。为什么？你怎么被机器人 ban？ 等等，他打什么 ban？ 我看一下。爽啊！爽又是这个字啦，白痴哦、喔。爽啊！爽啊！再爽啊！啊不就是爽？好黑哦，开个灯。你可不可以不要爽啊？我笑死。他关灯变杂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你要去开灯哦。我现在在哪里啊 ？EMF 二 G 刚刚。
我打喷嚏了。骂我！骂哈我！骂哈嘿！嗯，我是在车房吗？车库对，车房里面。开了。你在这里吗？健身吧。我好用。健身吧，妖孽。健身吧。51了，快回来吃药啊，低能。他采盐欸，他没有采盐，对不起。低能回来吃药了。刚刚我们差点死掉，原来。低能回来了。他刚刚在我面前显形。不是，你就赶快先吃药，先救我就好了，先不要叫我回来吃就好了。我吃了一个啊，可是还是六十而已啊。啊，没关系。不行。你进去，你进去，你进去，你换你了。靠你了，小鱼，你最棒了。看来那个 ban 两秒而已，你不用换别的账号。那个只是那个啦，机器人过来 ban 了一下而已。对啊。对。我警告你哦，为什么爽啊会被 ban 呢？这个不是我设定的哦。还是哪天我帮你看看好。看了，好啊，你来我家。如果凡凡是掉，小鱼会怎么处理？当然是快拆快离开啊。他直接走了啊，我也不叫进来啊，他不敢。在想啥呢？为了他的东西着想。虽然我得失心很重，但他的得失心比我更重。所以不能让他死。不是得失心重，我是尊重我自己的生命。我是尊重你那些器材。我不会尊重那些器材，我不在乎。顶多钱没了，我就跟你们说，我不玩这游戏，因为我穷。I don't care。爱打卡。他关门直接走吗？对啊，他就是这么无情的女人。我无情。有灵球，嗯，想不到喝什么，喝百香果，不要，喝葡萄柚绿茶，好，葡萄柚绿茶。巨甜微冰，少冰好了，不要微冰好了。在我面前开门呢、欸？那你有照他吗？有吗？有哎、欸，莫名其妙拍到指纹，然后再拍一次。互动哎，碎、欸、啦！干嘛？来开？我快点上来烧他，看一下。没照片了。哦，还玩水，可恶！我大奶维维啦！我要拿圣木二，你拿那个，就是那个、啊、大冰奶啊！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大珍珠奶茶，我知道啊，维他命是换鬼房，怎么可能？他跑这间了哎、欸。那东西要丢丢，要开门了，背包。那我教他一个，换这一间了。哦，我不要玩了。也没有换鬼房吧，只是、欸、真的也、欸、换掉了、欸，哎，太无情了吧。那你要拿那个十字架，51%。现在我先嗑个药，我先帮你。哦。哇，你在车上吃药，我都听得到哎、欸。那你耳机蛮好的。还是撞爆他？哎、欸，对啊。对啊，就是蓝魂啊、那個。不
没有啊，因为我有灵球有指纹啊，所以只剩女妖、寒魔跟幻妖啊，我们没有喷烟啊。嗯。所以剩女妖跟幻妖。对。喷烟了。妖的，你有喷烟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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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换肩了，换肩了。妖跟幻妖，幻妖是 EMF 五，女妖是点阵。还是照妖镜，这是照鬼的样子。我也是在想啊，就是看鬼的那个啊。对，换肩了。嗯，应该是女妖，因为幻妖他说与环境互动的时候很少留下痕迹，可是你拿到很多指纹，不是吗？你说女妖吗？幻妖啊。幻妖是什么证据？幻妖是指纹、EMF 五跟灵球。你要是灵球指纹跟点阵，可是幻妖说他互动时很少留下痕迹，所以应该不是幻妖，应该是女妖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不是女妖还幻妖？你觉得？女妖？女妖？女妖？会是 EMF 吗？女妖是点阵。点阵，我帮你放。有啊，我就刚刚就想拿收音机啊，收音扩大声功。我现在69，哎呦，我看到了，有，好了，你想听声音吗？我听看。哪间房？这里。要捕捉鬼魂照片呢？不要。好，不要就回家。我只是想听他唱歌而已。哦。理智满不了了啦，吃完了啦。理智63啦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哎呦，讲话了、欸。是讲话，不是叫声呢、欸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他跑来跑去。在鬼房听比较好听到。哦，他走来走去了，你再里面一点。我知道啊，可是。不叫，他不是很难叫啊。我进去啦，好好没差，反正死掉算了。没有，现在58、60。没照片，我帮你看着。把镜子看破，他就会叫了。可是我现在不能看。真的吗？我直接看破是不是？很难听得见，看几率，白痴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。算是裂掉了吗？什么是诅咒猎杀？我啊，我就诅咒猎杀，直接就进猎杀就叫诅咒猎杀，裂了。太快退出了。好，现在理智53、47、48。算了，有缘，好像没触发到。
因为我赢了啊，不是，也不是我太快出发、啊。你知道我现在是拉第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呢。你只要不要，你只要不进去，我们就不会降，你知道吗？你懂这个意思、欸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对耶。那我进去咯。不行不行不行，现在还是49啊，可是，哎、欸，51了，不是那边幅度啊。我先找可以躲的地方。47哦，我没地方可以躲。啊，六点了，算了算了，下次再来，体质高点再来听。走了走了，还是他换房间了？哎、欸，鬼现在都一直换房间吗？官家就会换房间。哇，他是死的地方有不一样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幻影哎、欸，等一下有指纹，有点阵。也有韩文啊，有韩文吗？啊，不然干是什么？我们先全面开一个，简单的进去看一下。专家会换哦，怎么没跟我讲这件事情？有啊。谁跟我讲的？五吧，不是灵球吗？是灵球吗？有灵球啊。嗯，灵球，灵球，指纹，指纹，点阵，灵球，指纹，点阵，女妖啊？为什么？幻影是啥？通灵，指纹，点阵，夜美虎。没有幻影呢，通灵盒。幻药，刚刚不是幻药吗？幻影吗？白痴，刚刚是有通灵盒啦。刚是幻影吧？他刚写幻药不是吗？是幻药吗？拉回放看一下。幻影啦。幻影。对，那时候有通灵盒啊。我去你的！难怪没听到尖叫声。所以我看错灵球，不是完全没有，因为那天我刚刚在里面讲话的时候，他有回我，我完全忘记了。哦，那没事没事，想聊速刷吗？没有啊，猜猜。这边猜猜猜什么？嗯，我猜可爱的鬼音。鬼音哦。原来一开始就错了，不是我那时候明明通灵盒有回应啊，他忘记多日，你没有帮我记好的，我就记不得啊，我就记不点、啊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什么鬼音？我鬼音啊！你看要不要帮我猜一个妈妈？谁是妈妈？鬼妈妈？怎么知道谁是妈妈？看一下哦，嗯，好啦，今天怨灵出来那么多事，怨灵了，好走。哇天哪！我进去拍个那个嘛，我拍个钱啊，等我一下。那你拍个钱，我们倒不如来玩一下。哦，那走啊，那走啊，那走啊，看一下鬼店房。不用啊，这是业余啊。走走进房，喂、哦，对耶，白石小木屋哎。帮我拿钥匙，快点啊。拿了。完了，这个的诅咒之我没有记啊。业余不用怕，我是不怕啊，只怕找太久了。但是就算了。嗯。算了吗？好啊。啊，
家。你遇过98、90的鬼婴啊？他就是89年前死掉的啊。哎、欸，好了，走吧。没有啊，哎、欸，马上活动了、欸，办哦、喔。你想好了吗？好啦，怨灵啊。啊，下次就是不知道玩什么，我们就是通通都拆。妖怪。哦，好哎、欸。棺材鬼魂互动次数一耶，你玩到10点后还要玩吗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哦，你可以哦，可以啦，你可以叫很大声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现在其实舌头很痛，超级超级痛，因为我因为我不是说嘴唇火气大吗？火气大。也不是火气大，就熬夜，然后嘴巴破掉，然后再就是，只要我不讲话的话，我舌头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一直在摩擦牙齿，就磨一磨，现在舌头也很痛，嘴巴也很痛。啊，10点后再说吧，也不一定，因为今天 Amigo 是玩一款免费游戏，那结束后再看看，哎 ，B 群吃一下，我没有。就吃 B 群还好欸，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拜拜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元旦晚安。